办法进入总冠军赛，而哇，这个球不要闹啊！秀斗有几手？陈庸基失误了，失误了！你这 double play case， 陈庸基传到哪里去了？让一垒的谢轩任上到了三垒，那现在是林鸿玉有高飞谢轩打的机会。庸基这二垒手进去的太慢，林志祥进去的太慢，他根本都还没到位，已经都传偏了。这个就稳稳抓一个也 OK 了。哦，自己踩二垒有？没有，他传一垒就好了。这个球员因为队友还没有到二垒。